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理科太太，欢迎收看 L 的频道。你喜欢在烈日下跑步吗？看到马拉松就会觉得很兴奋吗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都没有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到 Space Cycle 呢？因为 L 下个月要举办一个复古音乐路跑的比赛，然后他们会请非常多小鲜肉来参加哦。不管你喜欢跑步或者是小鲜肉的，都欢迎一起来跟我们跑一下。既然我老公不在，我们就只好请三位小鲜肉加入我做一下行前训练。那我们欢迎第一位，欢迎卢彦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这次 L 路跑的陪跑鲜肉卢彦泽。跑步前呢，我们当然要做一些简单的拉筋动作。有这个荣幸邀请理科太太一起双人拉筋吗？为了运动，可以。OK， 那我们就来双人拉筋吧。我们现在可以先做那个大腿内侧的拉筋。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其实蛮适合情侣和夫妻之间做。John, they force me. 那我们就是先把双脚打开，然后两只脚顶住对方的脚，握住对方的手腕，然后轻轻的往对方拉。你先拉。拉你喽。好，你拉。好哟，要记得呼吸哦，保持呼吸哦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你是真心的在拉我。真心的在拉我。他是真心的在拉我。要拉筋，要拉筋。紧，那换我拉吗？换你。你怎么？你很软的。我没有很软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样最有效果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刚真的是拉得我花容失色啊。真心的在拉我，他真心的在拉我。那我们现在来下一个动作喽。那下一个动作呢，就是我们背对背夹着对方的手臂，然后拉全身，让你全身放松，互相勾住对方的手臂，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会把你背起来，然后你就全身放松。对，我要背起来咯。我的筋，哇，好。还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理科太太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这种年轻人做这种东西不会有感觉。欢迎第二位阿雅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L Run 的陪跑员林俊尧。我们现在就是要示范深蹲，第一个重点就是脚与肩同宽。这个时候呢，伸出你的右手，然后抓好，主要是抓手臂这边。往后躺，这个时候可以往后躺，稍微一点点，稍微往后躺，腰部要收好。那这个时候，头、脊椎跟腰部垂直，慢慢下来，慢慢的下来，保持一条线。如果可以到九十度，就尽量到九十度。对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不要勉强。好，另外一只手往上这样握好。那握好之后呢，下面的手可以放开来，抓好之后，慢慢的再上来，尽量要这个张力要保持，不然我们。对，不然我们会这样子，会往前，那这样是错误的示范，这样子对。我们大家有感受吗？这样子，到哪里各太太，你会觉得现在做的深蹲哪里有比较酸吗？还是最酸的心最酸，就是它让我想到我老公结婚之前，刚刚腿的酸都不算什么，大家有这样觉得吗？那我们谢谢阿瑶，谢谢。那我们欢迎 Adam。Hello，Hi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啦，你不要这样啦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这样不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am， 我是这一次路跑的陪跑员。他也是 L 路跑当天陪跑的鲜肉之一哦。好，那就等一下我们要来做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啦，你不要这样啦。等一下我们要来做什么？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个抗议球。然后我们要做腹部的训练，这可以练到什么腹肌吗？哦，就练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今天穿的紧张。等一下这个动作啊，我会把球丢给你，所以我主要是用到我的腹部的力量。对，那你接住的话，你主要是会用到上半身所有力量都用到这样。因为你要接好嘛，对。我会努力的接住那个球。躺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脚夹好球，然后我要丢喽。好。丢。好，我要大力一点喽。有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看谁可以把这颗球抢走就赢了。那输的要怎么惩罚呢？输的怎么惩罚？输的惩罚啊！我要动动。
啊！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我只是来评价你嘛。我原本也有可能是我输啊。好，我想要上树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录下一。如果你们和我一样也是跑步菜鸟的话，其实不用太担心。要让当天抱着轻松的心情来，有小鲜肉陪你跑步，有 DJ 放音乐给你听，跑完之后还有大明星陪你 after party。不要犹豫了，马上报名参加！马上报名参加！赶快参加！赶快来！赶快来！